What the hell？ 哈喽朋友各位，我是风破，我们今天玩的就是 Minecraft 没错，然后我们要玩的就是这一个 Legend of Zelda The Star Crystal 那个萨尔达传说水晶之心。好，我们就继续吧。剪得还蛮顺畅的，比较不会出问题之类的，是好事吧。我现在只要想到我的 ID 被改成很奇怪的东西，我就觉得很不爽。好了，那好，我们就准备开这个吧。现在只要想到我的 ID 被改了之后，就还是有点不爽。好，为什么还是那个啦？那个的一在哪里啊？好的，然后就丢这个。乌漆嘛黑。是怎样？会出现怪吗？也没有啊。Bonus room 啊？我怎么还有史姆球？哦，等一下，差点把它全部塞进去。这都是重要资源，看一下是什么。站到蘑菇的顶端是不是？Hints below。啊！哦，还好。啊，这边不会有塞东西之类的吗？因为这种萨尔达传说很喜欢乱塞，也是喜欢乱塞东西的类型啊。就这样啊！啊，这个地方有阶梯，就代表嘿，可能有什么鬼怪的东西了。然后那边是什么？那边什么？这是怎样？我可以开始跳了。我今天有被抑制那个跳跃能力了吗？好了，让我看啊！哦，那个该不会是他的那个小孩吧？You never take the， 你永远都没有办法把这个小女孩从我们身边带走的，我们会把你吃掉，我们吃掉你的脑袋，并且就跟她一样啊！这个是你们想要对小女孩做什么？非常感谢你救了我，拜托，请拿着这个东西，那个请拿着这张笔记给我的老爸，就是果然是他。告诉他我现在很好，他住在对我知道他哪里了，他会给你一些奖励的。 Handwrite letter， 手写的信。然后这东西有点夸张。那准备进副本咯。 Level 1 Shroom Shrine。 啊，下面这边是可以干嘛？怎么都黑黑的啊？然后下面果然是，下面没有东西可以找哎。Gosh！ 哦，这边就会有 Hints Box。这边是这个地下层，或者是讲说遗迹啊，反正我通常会讲遗迹之类。这个书可以让你了解关于那个遗迹地图是如何使用的。红色的区域就代表是钥匙门 ，Dark Red Border of the Room 就是房间的边缘，然后绿色的话是解锁的门啊，这个就是需要钥匙打开的吧？这个就是Dungeons Entrance 路线吗？白色也太白了吧！
upper portion of the room 啊 ，great lower portion of, 哦，高低层吗？是上面那一层，就是它可能会分上下两层，那是萨尔达常用的那种伎俩。灰色的话就是没有打开的房间 ，pits 是什么？好多 ，yellow 的话是金色被封锁住的门，啊，这是铁，太多东西了吧 ，chest。哈，搞屁啊这！哇哦，这是什么 ？Puzzle reset。吓我一跳！好，解锁了之后，有怪是吧？哈。啊，上地图这样子看，其实真的不怎么明显呢。去。啊，小钥匙。可不可以给食物类的东西啊？不给食物类的东西，我是要怎么？What？ 怎样？啊，我喜欢 Sniffy Street， 就是这些菌类之类的吗？哦，不好，那边有个人类，赶快把他给杀了，杀回来，关我屁事哦！杀，已经没有蜘蛛了，这么快啊？不对，要抢抓，哦。啊哦！会痛啊！东西在上面。No！你到底做了什么？哦，那边还有蜘蛛丝，赶快收集一下。啊，还有这些衣服是不会爆裂的，爆裂就完蛋了。他说要给我什么？哈 ？Hints box。让你可以跳跃用的。所以我现在这样就可以跳跃咯。到底什么情形？目前没有钥匙。这是 BOSS 的门。这边是 BOSS 之门，这样子的话就会门会远比其他一些锁住的门还要大，而且需要特殊的钥匙才可以开启。好，了解。继续跳，这啥？那只会给一只，绿宝石更多了。
食物也太缺了吧！啊，小钥匙，看来这是一定要拿的东西啊。这边应该就没东西了。好，然后这样子的话，你就直接走吧。升到哪样？果然还是要叫我从这个地方跳回去。好，这里钥匙，钥匙。太黑了。Code 密码五 ，Code 五二，只有五跟二吗？A door 在某一处的地方已经开启了门。哇！这里果然是这里。啊！好酷喽！不愧是麦块。果然，那精髓就在于跑酷。好了 ，Smoky 又是小钥匙。好了，没事，就是往下走吧。哇，这个是混合了各种游戏在里面。丢钥匙。啥？又是一个 puzzle。这想干嘛？就开了啊！你们就不要问我是怎么弄出来的。Boss key， 哇！你这是很尴尬吗？我现在我就没食物了啊！你现在又要我去打怪，中间不是应该要给很多很多食物的吗？糟了，尽量避免战斗了，真的不行就只能吃腐肉。好，然后事不宜迟，直接上。真的是有够小小把，哇哦！东西改变了，啊？哦，啊！我要跳过去了，好天 ！Gosh！ 哎。糟了，这有时间限制的、啊。他喵的，我
打到了。女巫 ，Gosh！ 以后我一定要食物带满满，我要带64个烤马铃薯之类的，或者是64个牛排。这件食物不够吃啊！天哪！快冲啊！哎，为什么会撞到头？好了，不会每次 BOSS 打的时候都是那样子吧？哦，在别人身体里面跑步什么的，天经是非常正常的事情。为什么我跳的 range 这么长？呜！我失败了。你并不了解你到底做了什么。好，他就挂掉了。然后我就要离开这里了，再见。好了，然后接下来是这个东西，该不会就是我这些年所寻找的水晶吧？啊！真那个能够再一次获得自由，真是太好了！感谢你帮我，感谢你从这个遗迹里面，从那个信物里面将我拯救出来。我应该要把这一个水晶之心的其中一个碎片来给等下是怎么回事 ？The world will be once and fail my。What？ 感觉好像做什么鸟事一样。哦不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你把远古的恶魔从监狱里面给那个放出来了。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告诉你不要来到这个地方。你可能就会因此而让我们的这个世界给毁灭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必须回到 The Citified 那个城堡去找，去接见那个，去见那个 Zelda 女王，她已经变女王了。她也许知道该怎么样再把她给封印起来。What the hell？ 好，你开始觉得你可以跳跃了。好了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回到森林的。哦，是这样子啊。好了，然后我就，哼，总之我还是坚持我原本的意见，我是不会穿上那个的。啊，这只换一个、啊。好了，还算不错吧，至少这边要有的东西都可以的。然后这个地图应该是其实已经用不到了，面包也是带着。啊，我什么时候才可以换掉一把换那把剑呢、啊？好，总而言之，我们的第一个副本就先打完了，然后我还是莫名其妙死了。就算我没有死，我那样子打完了之后，我还是死掉了，真的是又夸张。好了，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看接下来要去哪里，因为我目前唯一知道就是可能要去找矿坑的，可能还有那一条路走过去啊。这个笔记是 Selmas 的那个。是他自己。谢谢你让我知道说他也是一切安好。拜托，
拿着这个东西，拿着这一幅画当做感谢吧。希望你可以 ，You can find this beautiful, or perhaps you could find somebody else。他就给了我一幅画。啊，等一下，现在是给我，这样就多给一幅了。现在就多给一幅、啊。Mona Lisa。What the hell？ 这个不对吧？搞屁哦你！好了，然后我们的那个、啊、第一个魔王打完了，然后就犯下大错，放出了恶魔，什么鬼情形？然后现在就是做了一堆事情之后，然后支线任务完成了，接下来的话就是去看另那个吧，一开始那边的那个矿坑那边还有另外一条路，看是不是从那边走，要不然就是问镇长什么的。好了，今天这样子，感谢大家收看，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喽 ，See you。